一大早就被温柔叫到这里来，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好想回去睡个回笼觉。强瓜，上次你趁我收麦子的时候，用上帝的道具给我洗了岩浆澡，哼，还用了一大堆灾难欺负我。这一次我要找回面子，我已经不是那个懦弱的小温柔了。就算你能控制灾难，你也是个小菜鸟。来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灾难。那强瓜，你准备好，我可要来了。天气炎热，给你下个大暴雨压压惊。不就是下雨吗？这算什么灾难？我建个堡垒就好了。你说小雨对我的堡垒起不到什么作用啊？还有什么招？快让我见识一下！气死我了！雨天竟然对强国没用。看我换流沙，把强国给埋了。流沙也奈何不了我，我只要在流沙中不停地跳，流沙根本就不起作用。随便你来，看锅的操作。没事，我有场子，直接挖上去就好了。我跳，就这，对我根本起不了作用。小温柔，快来点猛的！可恶可恶，气死我了！臭强果，这次我要放洪水了，看我淹死你！哎呀，温柔，你别把身体气坏了。洪水来了，我就躲进我的堡垒里。天气这么热，你这洪水是给我来降温的吗？我感觉你是在给我冲凉的。我得出去玩会儿，游啊游，真舒服。既然洪水奈何不了你，那我就用岩浆给你洗个岩浆澡。小温柔，你觉得我造的堡垒是用来干嘛的？没事，你放。经过上次的洪水体验，我已经知道怎么应付了。不就是个小小的岩浆吗？我把堡垒密封不就完了？嘿嘿，小温柔，你还太年轻了，蜜蜂完事儿。哎，也看不到外面了，不记得放玻璃了，不管了，先睡一觉再说。强国把堡垒蜜蜂了，跟个缩头大王八似的，岩浆也把强国给挡住了。堡垒蜜蜂后，对强国一点威胁都没有，这岩浆也没用，关了关了。强国，你在干嘛？岩浆没了。我都睡了一觉了，要不是你叫我，估计得明天早上才起来。啥？岩浆没了？那我出去了。小温柔，你不讲武德，你刚出来你就放野人打我。不对，这野人怎么这么大，超出我的能量界，我砍砍砍。哎呀妈呀，打不过，溜了，来个打一个，不讲武德。我得赶紧到堡垒上去打他们，但他们打不到我，我还能打他们。对吧，小温柔，还有啥来了？什么情况？还有这种操作，居然还能这么玩。既然这些都对付不了臭强国的话，只能是使出我的杀手锏了。先把强国屋子炸没，然后等他下来的时候，趁他不注意，直接放几百个炸药给他炸死。小温柔在嘀咕啥？肯定没啥好事。没事，这小温柔还是不怕他的，这么多灾难我都躲过来了。我的堡垒秘境肯定没了，不过没啥问题，炸不到我就好了。这么多炸药我是下去了，不得给我炸上西天去？还好我提前上来，还是不行，我得把我的地基修理好，不然小温柔一会下个岩浆，我就真的得洗岩浆浴了。这根基该怎么修呢？没错，就是现在强国在下面。嚯，哈哈哈哈，糟糕，怎么有诡异的笑声？完了，怪不得炸药桶。臭强国，你就等着几百个炸药桶的洗礼吧。溜了溜了，